分局十五日凌晨接获民众自所表示，他手机在辖区搭车时不慎陨落。那本所调阅监视器，发现有一名骑乘电动自行车的男子捡拾。那附调阅路口周遭监视器及民众提供手机定位，本所立即找到拾获人的地址。那拾获人当下就将手机交还给本所的民警。那于当日早上十点就发还给林姓民众，林姓民众非常感谢本所及时及快速的协助他找回手机。Thank you.